去吗？那是洗澡吗？不是。真香，棉毛洗完澡真香。妈，昨天更香，那一走一过都香，还能香个两天。马上就回到原来的样子。哎呀，真可爱，元宝真可爱呀！你过年回家了吗？没回。哎呀妈！不疫情吗？这把又休息了。又休息。休了吗？我本身就休息呢。你不是录那个什么唱歌节目了吗？唱歌节目也延期了，对，因是此吧？我对。们也都延期，所有节目都延期。哎呀。我觉得今天不应该在屋里待着，天天老好了。谈恋爱的好时节呀！可不咋的，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春天。抓住这个春天，咱俩必须得抓住这个春天了。但咱我俩不是一个春天啊！我现在划清这个界。妈呀！你的春天是你挺敏锐，我发我的现。春天是我的春天，咱俩不是一个春天，我们都要抓住各自的春天。你说这玩意儿跟季节有关系吗？有，我感哎觉。呦我天哪，痰都要出来了！哎呀，有，到春天你不想吗？为啥春天不是冬天吗？冬天节日还那么多。冬天我不咋想，冬天挺老冷的。你不想春天和咱一起去外边阳光那么好，溜达溜达吗？散散步。这家伙嘴干啥呢？春天来了，我的春天。哎呀，真是，妈呀！元宝都是春天比别的季节都臭。是吧？春天要来了。哎，但你觉得约会几次之后在一起合适呢？如果是你的话，哎呀妈呀，这家给你困扰的。我觉得就是两个人，比如热络了一个月都没有在一起，我就永远都不会在一起。我是觉得你得上来，就是两个人一上来就有没有释放这个信号，对，我你得释释放放了，啊，我办法释放了，不接茬儿。那往上接呀。我想哈，爱情它肯定是有个排他性，就是。如果是这个人不太愿意跟你单独出来的话，啥对，的，那你当然就就有是数了。有数了。哎呀妈呀，少女心事总是蠢呢。今天要来的两位朋友，你熟吗？我还行啊，我有一位就没太见过，在生活王当哥中。呀，对，王哥，我也没咋太，嗯，很严肃，我不太敢冒犯他。你还想咋冒犯他呀？你就不敢说栾哥，你给俺做菜吃吧，不咋敢吧？那咋整？饿死？那养牛郎做，啊，也行那啊，咱俩饿死了，不有一个能呱呱，使唤的吗？不知道他们私下性格都啥样。我觉得养牛郎和电视上就是一样的。我上次不是找他打剧本杀吗？听他在综艺里的表现，我觉得他在剧本杀这样事情上可能会被骗死。果然，骗老惨了。上来就把那个最大的秘密给说出来，太难了，我就玩不了那玩意儿，互相骗，骗不了人。来哎，吧，可来了，来了来了，你们哎呀，这哎谁呀进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进呀。今儿造型这么好看。主要我刚才我一进门我就发现呀，完了，咱俩穿的衣服一样，不是，这不都同款的吗？这对呀，我前两天不是做那个跟孟哥录那节目吗？我穿的这个，然后尹航也穿的那黑色的，小秦也穿的那黑色的，但我没有那件黑色的，为什么呀？你没给我哪件黑色？我跟就这个的黑色，跟仓库打架，求我这跟节目里不一样啊！这哪儿不一咋样不一样啊？啊？一屋吗？没有啊。这个是，这个是，这是我们得给你带的凉菜，我们给你送温暖来了。谢谢猪耳朵，这个呢？我妈炸的酱。平时你们家想煮面条呢，你们就可以拿来炸酱，好不好？哎，挺好。哦，没换没换，我认出来了，还能跟着转的这个，这人控的吧？人控的，我就想吃你们这烤肠，你整两根吧。你怎么那么高啊？今天我本来也高啊，咱们是不是一会儿也得有这种照片啊？
有，是吧？去去去去去，你老跟我不太友好啊。这好吃好喝谁写的？许天琪。还有唇印吗？这是一个。哎，哪个是孟若堂给的那礼绿植啊？刚才种的菜死了。别提了，行不行？啊，别提了，别提了，假装这发没有。上期给你拿的什么东西？拿了一个狗。拿了一个那个。那个。哦，哎，还挺好。这是。你们家养着鱼挺好的，还会仰泳呢。死了。真死了。哪儿啊？这你这，那是不是卡在这儿了？还真是卡这儿了，嘿。是不是可以坐了？可以坐。我先找一个有利的位置。多有力啊！你别老扑我啊！他怎么老扑我呢？他就喜欢人。他是不是看我像鹰豆啊？像什么？他是法斗是吧？他是八哥。你为什么坐在这么？他怕你？为什么怕我呀？因为权威啊，这种天然的有一种距离感。他们都不怕我了，跟我时间长了，没有人怕我。没什么微信，一点微信都没有了。去年我都给删了。好，删微信。那就是相声演员在生活中，如果说个笑话大家没笑，会不会压力更大？哎，没有没有，我们经常这样。你有的人就是包不断，包不断，包不断。你看岳云鹏在台下啊，很少抖包子，他说话都很少，他永远在那儿冥思苦想，想一个大雷子。那他也没有。但是我们还是比较追求比较高级的笑料。他有的人是不经意抖包，我觉得他就是他不抖包子，他有一些设计，我有结构的，就是不是有一些人他是有对自己说话有意思这件事是有要求的，大家都有点，我也有其实，就有一些人他就是每句话他都想溜点啥，许天琪嘛，最后他一讲笑话就会乐，但是那乐的不是他，乐的是那气氛。天哪，这是我第一次跟栾哥说这么多话。我感觉栾哥你这次到某酒旺和之前在别的节目里我见到你不太一样。我一人多就不爱说话。我也是。我一人多嫌乱吧，我比如说人家说的吧我抢人家。我一说吧没有人家梗好吧咱就给人咽进去，我就。对。都有这种。有这种你没有吗？我本身说的就很少。那种情况挺可怕的，就这一群人十多人都在说话呢，包括录节目也啥的，然后你说你想插一嘴说一个梗，然后这梗被淹没了，那心里老失落了。那要是这样的被淹没了，但是有旁边有人听着，没哎，你们都别说，先让雪琴说。那完了，那就我们也有这种情况，我说一个，一般，然后没都没听见，旁边的什么于老师啊，甭管谁，只要有人听见了，肯定都是淹进去了吧。啊，对，肯定会。对，你看，这还有眼神儿，肯定会是这样。我感觉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自己有点这个社交恐惧症，是吗？比如有几万根肠，所以才买的这个烤肠的。不是，我是从录第一期节目就带过来了。哦，因为我特别爱吃烤肠，所以我就你在家烤肠，烤肠你在家也会自己烤吗？对啊，不是，我在家用空气炸锅炸。哦，穷大哥，没事，你上。啊，哎呦，谢谢。这里有两个口味。谢谢。这样，我们节目有一个烤肠机，我恨不得就是每次来吃，所以这个我拿回去。还有吗？不打代购。我还有，真的。还有一个。对。你赞助我们一些，谢谢。那什么，真的非常希望有幸能邀请你来咱们录，给我俩合个影吧。看看。看哪儿有人在拍我们？有，你要不要前面往前一点？还有吗？这是天天烤吗？天天烤，我们天天烤。送你五千盒。哇、哦，五千盒！哥，你看都录着呢。我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什么？他不知道。没事。哥，五千盒。哥送你五千盒。哥，你送我五千盒。烤肠啊？那我得吃到这是猴年马月去啊！不是，那你烤给所有的这个。工作人员啊，上来的嘉宾呢、啊？真的吗？我谢谢，感谢，这太感谢了。我上哪儿拉去呢？怎么了？别走啊！这王小旺多不要脸，跟峰哥要五千个烤肠。对不起，我太。
太让你见笑了，哥。你这节目太抠了，好吃就好。真的，我回去就吃，明天我就录，明天我肯定吃上。明天我那个，到时候给你发一个证据。明天我就用上。回去帮那个冷冻啊。行，没问题。现在已经有点软。行，那收起来吧。谢谢谢谢。毛老师，我昨天见着谢霆锋老师。人家送咱们老多烤肠了，是你管要的吗？我说那个，他给我拿两盒，我说还有没？他说我多给你拿点吧。我说那拿多少？他说我给你拿5000盒。他是不是就客气一下子呀？还是讽刺你呢？我整个人已经懵了，你知道吧？他说我觉得你能吃了。今天你没来上这个咱们家第一根来自峰哥的烤肠，就烤给杨九郎和孟佳了。哇，已经就位了，已经就位了，我拿回来的嘛。哎呀，你看看。昨晚都欢了，说都教我怎么吃了，说不能冻死个呆的，拿出来直接吃。人家香港的谢老师就这么说话的吗？不是，我转述了一下，人家香港的谢老师说话肯定非常的那个文，有文气，但我就是转述了一下。欢迎李雪健，感谢，到谁家？到谁家了？盛情邀请，毛毛干杯，欢迎毛毛，干杯。我现在已经上科技了，我不是拿手举的，没看我这儿。哎，毛毛，你换了个角度之后，你变瘦了。上灯了，因为。哦，毛毛，这个肠已经烤好了。之前让我们感谢一下谢霆锋先生，谢霆锋老师，谢霆锋哥，谢谢杨九郎烤的肠。因为爱，所以爱。哇，哎呦，这肠吃的可得好好。鸡汁啊。好香呀！妈，这个肉也太实在了吧！这么脆，我都听着了，嘎巴一声，你咬那个肠。对，毛毛，你馋吗？还行，馋有啥招？这回到货多少箱啊？你想拿家的是吧？我拿一两盒还剩吧。剩。妈，起了元宝。起了元宝。元宝没在。你要不让元宝也出个镜吧？咋出？我看看啊，你们抱起来。哎呀！哎呀，嗯，别停。咱们节目最打牌的艺人。元宝。行了，哎呀呀，看一会儿得了。哎呀，元宝以为你要亲他。元宝。他听不见我戴耳机呢。嗨，这一腔热情。下去得了啊，玩。嘉哥，你现在你跟妈妈住在一起呢？嗯，爸妈从湖南过来成都，就是也没有，就住跟我住一块儿照顾我，就是那种我睡着，然后睁开眼我就有吃的。哎，那老幸福了，真的好幸福。但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有点不太习惯。为什么呢？就突然家里来了一个管你的，我妈就会跟我说：“哎呀，太晚了，要睡觉了。”或者如果说我跟我朋友在外面玩，他就会给我10点给我打电话说你该回家了。你到这个年纪他还这么管呢？之前的时候。那我妈也挺有意思的，我妈我也幻想过一睁眼就有饭，我一睁眼妈有饭吗？那咱现在点。现在点。现在你吃啥？咱俩现在点外卖。哦，还是吃外卖。对，我妈就是一手点外卖。完了有时候我早上起来，我说我饿了，你饿不？他说啊，我那个早上我吃了。我说你什么时候吃？你没想着带点？没有。他说你那玩意儿带回来就不好吃了。是，但是他要是来北京看我，因为我们家住4个人嘛，就夸夸给我们做。嗯，那可幸福了。他俩来那一礼拜，家里收拾做啊，对，收拾的好干净。毛毛呢？哎，你爸张罗来北京看你不？我爸没有，但有段时间我老姨不是来了吗？啊，他不来了吗？哦，老姨。然后我老姨其实是来北京那个检查身体，啊，但是他在那边那段时间就是天天来我家做饭。哦。就是想说，如果我是住在有亲戚的城市，或者是在有长辈城市，或者在老家，嗯，是可以这么过生活的，就是日子可以是这样的。那也挺好。那也挺好的。就是你不用想你自己每天吃啥，对，这是最好的。他们能张罗好一切了，给你张罗好完，你今天你就吃这个。而且那些菜吧，你很多是你外边其实点不太着的，是，而且好多是老家的那种做法。嗯，
特别理解你们，能就是你们是离家在外，你像我基本上没出过家，对，我学习然后工作其实都在北京。嗯啊、嗯、之前我爸妈不在湖南的时候没跟我住在一个城市的时候，我就会以我就比如说情人节我就是定一束花回去，然后我也不会写任何的名字。嗯，然后他就会晚上我跟说，哎妈你今天吃什么了呀，他说我今天收到一束花好奇怪没有名字。那你这样最好跟叔叔也说一声，别到时候你不说，那叔叔以为是别的叔叔送的。对对对，夸张了。对，你最好也跟叔叔说一声也。没有，但没有，不是就是年纪大了，他们说不要这些，但是他们收到的时候好开心。对，像小朋友一样，嗯，还在炫耀，朋友圈炫耀，嘴上不要，嘴上说不要，怕破费。你讲讲那个，嗯。你说你喝多了，你妈在那看着你。哦，那个，我有一天喝多了，然后我就一直在吵着，我说还要出去玩，不喝多的人都是吗？嗯，还要出去玩，我还要出去玩。然后我妈厉害了，怎么着？她从她的房间把她的被子拿过来，在我的床上躺着玩手机，我跟她说什么都刀枪不入，完全不理我，装没听见，就守着，就守着。然后我就这样，我真的不夸张，妈，你看这个节目，你不要怪我说出来了哈。就他在躺着就然后我不管然后我32岁了，我不用你这样守着我，我不会出门。就给值夜班了，给我气的那天，我当时我真的觉得我还是小时候的那种，就以前小时候我没有做过的行为突然在他们面前做的时候，他会很惊讶。对，每次我在家自己想喝一点小酒的时候，我妈会每次都会很惊讶，你要喝酒啊。你忘了你第一次见我妈，我妈喝一瓶白酒上节目，真的光灌你妈来着。我妈自己啊，没灌，自个儿灌自个儿。对，我妈跟毛老师是一样的。啥呀这是？就上台太紧张了，完了说那个我先2两3两吧，那个酱小白你代言那个酱小白是几2两半是吧？2两半吧。啊，我妈自己揍一瓶，完上去的，要不紧张。哦，那然后上去接话接得很好啊，上去完了就是能说话了，要不妙语连珠。啊，对，其实有的人其实是喝一点酒还是不太一样，是，嗯，会稍微放开点。嗯，你爸妈会叫你回家吗？从我家回我妈那儿也近，就一走两步就到了，然后也就其实就跟住在一起也没什么大的区别。嗯，然后刚才突然孟老师就说这他们爸妈看着他这事儿，嗯，我觉得其实。就是前两天看的《人世间》嘛，那个雷佳音老师那个角色里面有一句话，就说我都40了，我都当爸了，还有我爸打，多幸福。就其实这个事儿吧，它其实就是人生的一部分。我跟父母的矛盾其实也是我们之间感情的一个怎么说糖点，对吧？这都是我们值得去回忆的东西。好，好。总结得好，那我同意以上杨九郎先生所说的全部观点。好好好，你再说一遍。拍照，咱们拍个照呗。